Hello，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竞高人界。本局呢，导演为大家带来第一轮 B。果然那么官方的说辞不是我的风格啊。先安装好零件，等会儿给见面的小伙伴一个惊喜啊。推进器可是个好东西啊，有耳鸣出现，去找找看今天首飞是哪一位吧。这里有个空军蹑手蹑脚的，居然还撞墙了！我打你，刚刚是睡着了吗？恭喜你成为本局首飞嘉宾，我冲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草率就把枪给开了？你好像不太聪明的鸭子啊！绕了半圈，以为我看不到吗？我翻！你跑不掉了，跟我蓄力一道，先吓吓你！没法跑了吧？我打！飞行员空军已经就位。马上执行升空计划，随时可以起飞。公然在我的地盘修电机，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！你有本事修电机，怎么不敢回头啊？看我吧你！不对，我感觉 VIP 室的空军要出事啊，赶紧回去。好啊你，看我落地刀！我再打，偷人都偷到我头上来了，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？开车闪现，来都来了，飞着走呗。乖乖坐好，在这观看空军的飞天表演。谁在那儿？你这个入殓师也来参一脚？还有两台电机不好好修，我打！我来把你们一个一个绑上飞天椅。不要着急啊，人人有份。等会儿调香师也会来陪你们的。空军飞了，我觉得周围气息有点不对劲啊。我冲！同样的剧情居然上演两次，你放香水就能逃了？我打！VIP 四连坐。如果空军还没飞的话，那场面就更壮观了。不过做人不能太贪心啊，现在就把入殓师也挂上椅子吧。你居然摸起来了，别跑，你还能逃出我的手掌心不成？我现在就把你挂上去，就算你化了妆又如何？你是最后一个挂上去的，这个复活根本就用不了。来来来，坐上你的 VIP 椅子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空中飞人四连下地。哈哈哈 ，VIP 四连坐成就达成，导演赢下漂亮的一局，我丢了。